又是一个美丽的早晨。你睡醒去玩姑姑生的礼物。欢迎来到我的圈 movie。早早就找弟弟妹妹。你有发梦吗？要梦到回家吗？那今天也是要回家。早餐。晚餐。一起玩吧，宝贝。他昨天特地去买了，宝贝。哇，几多？哇哇哇！有一个工作人员，你看，一直在那边喷泡泡的工作人员。OK， 萱萱你来帮忙了，喷给妹妹。他就奇怪，这么东西动我。看一下，这边还一张张。可以呀。OK， 现在我们又再要去。喂鱼啦，最后一次喂鱼，现在那今天的鱼很 active， 怎么是？你看，今天他们没有人喂到他们，他很饿哎，你看抢哎，你要喂久一点呢，今天。还有一只会飞起来耶！又来到下一站了。我们今天有那个草泥。很美耶，孔雀，它后面有一只开屏了。哇，美呀你，你很美耶，很美耶。教接下来的活动就是游泳喽，坐下去给你身体试试先。你的脚趾好玩吗？姐，你会投吗？来，你妈咪抓住你的手。然后你躺着，躺着，躺着哈，躺着。轻松轻松，放轻松放轻松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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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没有啊。
谢谢，你很快就要结束了，好了，等等等等等等，那等等要冲一下，来。哎，这是谁？那趴在那边头发上。接下来要来的是呢，叫做田园和鱼饭店。现在我们已经坐在里面啦，菜也点了啦。好了，要回了。先吃什么？舍不得他们，对不对？哎呦，眼睛又在动。哎呦，不没事啊。我们下次去找他们 ，OK？ 原来要先留啊！哎呦喂，哎呦，江大地，哎呦。OK， 这是我们的房间哦。今天我们要回了，已经收拾干净了。你看，最后再看看这个风景哦。最舍不得的就是这边的风景哦。你很美耶，芊芊，拍照拍照哈。萱萱，这三天两夜开心吗？开心。喜欢这个地方吗？喜欢。然后我们下次可以再来哦。然后跟大家讲拜拜咯。拜拜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